练，不就是谈恋爱吗？咱体育队也不是不让。那是你们这个时候，我们那个时候就是不允许。那你这做法比王主任都老派。咱体育生也是人，不让谈恋爱，那不是没人性吗？谈也可以，我们那时候都默认一条规矩，只有世界冠军才能谈恋爱。不是教练，我练的是十项全能，你让我拿世界冠军。你要是想耍赖，你就直说，你也不用这样吧，教练。我先去帮你做点吃的，你洗个澡，驱驱寒。饭马上就好了，再等一会儿。所以这一次我们也要装作什么都没发生吗？我是真的很喜欢你。我也喜欢你。你怎么不说话？我在等你的但是呢。喜欢你，跟你喜欢我是一种喜欢。刀，刀！你先站好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你说。我也不是个磨磨蹭蹭的人，既然我们都接吻了，我明白。没事，你接着说吧。那藏着掖着就没意思了，对你也不公平。但是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。我们在一起可以，但我有个条件。你有没有在认真听啊？有啊。只要你肯喜欢我，做什么都行。大哥，你看我这口红颜色好不好看？好看。你看我眼线出来没有？你看看。我开车呢，说你见个儿子，
化什么妆啊？那也要美美的啊。首先，这件事儿不能让别人知道。啊？为什么？我们正大光明的怕什么？不是怕，是避免不必要的麻烦。至少一年时间内不能让人知道。第二，你现在处于关键时期，不能出岔子。我会给你每一次比赛定目标，你一定要达到。那比赛状态都有起起伏伏的嘛，也不是每一次。好，只要你的目标没有那么离谱，我一定完成。第三，如果我觉得我们的关系影响到你的训练和比赛，我们马上分手。并且我研究生毕业就会离开南大。没必要，教练。我下面要说的话你听好，不管你怎么说，我都觉得一个20岁的职业运动员不适合谈恋爱，但我承认我喜欢你，喜欢到愿意冒险去尝试一下，看看我们的关系能不能给你带来好的影响。当然会，肯定会有好。但是一个运动员20岁太宝贵了，而且你很有潜力。如果我真的耽误你一整年，那我觉得我也不配做这个教练。合计什么呢？说的我有点怕。不用怕，你不是还总说让我相信你吗？没信心了？不用。那就好。我就是想让你明白你现阶段最重要的是什么。如果我这些条件你都能答应我，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的男朋友了。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小陈啊，小陈，妈妈回来了。这孩子门不关。小陈在哪里呢？小陈。哎，妈，回来了。妈。